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干杯！喂？都没声音吗？被排挤了吗？Hello。哎，什么人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都没声音？没声音？你说我们两个吗？对啊，没有，这样我只是单纯没有讲话而已。我刚刚想不说你吃们都东没讲西，我有讲没讲话啊。话？我有讲话哎、欸。哦，所以刚刚我刚，DC 突然爆炸就对你那应边该气有可能坏了。又要爆炸了吗？我的妈呀！可以不要吗？我说你们都没讲话，我想说哇，会不会很吵？就把麦关了。聊天对，室跑不去要讲喝，到敏感话题啊。喝反送中哦。呀啊！我还是有成长的，这种鱼我已经不怕了。我刚才都应讲，该我吧？有讲话啊。应该是刚没刚讲 DC 爆炸，话，昨天反正不就是是，晚上也爆炸吗？一道，昨天哈？什么东西？一道。昨晚啊，你问酱油就知道，酱油好、是应该在。哦，我昨天有看那什个么？聊天室啊，聊天室爆炸，对不对？酱油，全部都爆了，还好去假睡的，还好我去睡了，加一，没这顾虑。真的好可怕。其实已经安稳一阵看子了，竟然要开始爆炸。看 YT 聊天室还是坏的啊，什么都是真的坏假的，的？对聊啊，天室还是坏的。我的 YT 啦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听到了。哦，所以你这样聊天室显示不出来吗？还是？就一阵一阵啊？子啊，昨天见面的时候也是坏的啊，真的假不过还的？是有看的啊，你有，啊，请问导游，导我在。别来啊了，暂停，暂停。我现在，我先精神上陪你们。那再来就是肉体上了吗？哎呦！那个有点难，这个我觉得不行。看酱油，哎，你不行了。你不行了，酱油。刚刚不要你。娘啊！娘，为什么是我啊？又该他是我。要了那么多人，从来没要过我，哼！哼。等一下啦，忙了，很忙的。采集可以作为道具的。啊哎，我要，no。讲什么？我要讲什么都忘记了。你要讲刚什一么？个，肉那我体，刚刚讲什么？肉不是不是体，不是啊！肉可以压压，我没有好，不要你没有肉何用？体，好，娘娘你没有肉体哦，我只有灵魂。好，你接主线吧，接主线，我主线好像是调查，他叫我出去。你看，就出去看啊，有那个红色标志就是嘛，对不对对，？OK，看一下。然后你会不会叫恐暴龙任务？他叫我去古代树森林，哎，哦，找龙人来来来来来，这时候呢，剧请情你荧幕分享，因为这个有延迟，看的会有点难过。好的，给好你。的，要去第几个营地？11，11。对，哎，你有17哦，那去17啊，17你比讲较太慢近，啦，我怎么知 我道？已经点了。刚画面才跳出来。原来他这边有延迟啊！我已经按了3秒后才出来。欸，可是 DC 那个画面分享延迟超低的，超爽的，几乎零没有延迟哎，零延来，请迟，按 N，M，好，然后点开你右上角一个灰色的帐篷，有个绿色箭头往上那个键盘键帐篷，啊，哦，这个，对，你刚刚那个形容它一太大开始串就了。存在了，只是你一直没看到它。存在感比较低嘛，没有啊，我要吃饭，饭才要出门不吗？用还吃啊，是？不用吃啊，看龙人而已。在你按下 N，对，你靠摇，怎样？你需要这张吗？对，你屌丝，哦，算了算了，你关掉关掉关掉，我直接带你去，关掉关掉。哇哦！
好，直走，右转。这边。算了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先回头。看这边、欸，这边左边有路吧，跳下去。这边。对，跳下去。跳下去不行啊，要走这边。呀呀！按右键呐、啊。我按了，他不让我下去。哦，前面吧，虚浮的那个。哦，那虚浮的吧。然后好，不要荡、啊，不要再荡了，不要再荡了。好，按右键。我先来。按右键。呀！哎、欸，再来按空白键。好。好，你，不要乱动。好，直走。直走这里。右边那个洞进去。对。这个小洞。对。好可怕哦！啊，连我呀，妈妈咪呀、啊！这边找看看有没有龙人足迹。哦，他也会有足迹哦。对，因为会照理说你会有一个足迹带你去找龙人。往下，往下，这些都是虫。这里有虫，拿一下。往下哦。也不是说这里的下，你就附近绕一绕。好的。有虫哎、欸，拿一下。没有哎、欸，很往下。好，那你直走。这边吗？是直走。后面。就一直绕来绕去，又问我直走。哎、欸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他们足迹怎么这么小？然后直走，直走，他会带你去。哎呦，抓抓。火龙的吧？好可怕、啊！感觉有点可怕。我的画我都没画面，可恶。没画面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那我然后在这边趴着睡觉。大朵的花是什么？太强了吧！大朵的花。那个名字太简单明了了吧？哎、欸，才好多哦。哦。最多三次啊。有了有了。哎、欸，可以超过三次啊！你要有装备。哦。你可以走。主机。不用理他，你走你的。哎、欸，我的滑鼠走。天哪，我的滑鼠，他不让我移方向哎、欸，有时候是这样正常。对啊。故意的。哦，白痴！原来你刚刚直接走出去就好了啦，你还绕一圈。哦，哦，所以我多绕一圈了。这里会有龙吗？哎、欸，耳机调小声哦。干嘛干嘛干嘛？咦，到这里就没。好可爱哦！各位观众以及我的观众，耳机调小声哦，因为刚刚开始，看。洋洋随时会乱叫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会害我紧张，你不要提醒、啊。我不叫的话，你也会叫啊。不，我不讲的话，你也会叫啊。我错了吗？我的肩膀好痛。肩膀。你不知道，好像扭到了。我动一下。昨晚你做了什么事情？落枕吗？我没有呀，好奇怪！我唱完歌回来以后，我的肩膀突然就开始痛，转头就会痛。用肩膀唱歌，我可是我听说你都没在唱歌的哎、欸。我有唱三首啦。才三首，你们两三个小时唱三首。重点是我们只有三个人，全部都是我跟杰克在唱，气死我！杰克一定会一直唱啊！哎、欸，他后面只要他敢唱之后，他就是开始点一排歌，然后又怪我们说都不点歌，有吗？他们有这样，他有这样对你吗？有，他有都不点歌。我哪有啊？都不点歌，就是你们讲的。杰克啊，杰克那时候跟他出去，他一开始唱的，开始敢唱的时候就点了已经将近40分钟都他的歌单了，好猛啊！然后怪我都没点歌。刚开始他们不点歌，我说你们都不点歌，然后我自己点了两首在那边唱，后面我就看到杰克点了8-9首，然后泱泱也点了5-6首。没有，你知道这样有我们唱10首，他还唱1首，然后我们还说你可以插播啊。欸、前面开头我唱的呀。对啊，你开头，可是你中间就不唱了啊，唱了你是没点歌。我要给他们表演。你就是不想唱。哎、欸，我说句实话，昨天我把我会的歌全部都唱过一遍了。借口，还有我狩猎火龙，所以我要去打火龙。现在。哦，这边就是17号营地啊。
要过去时期哦，哦，还是这边就是。哦，不是啦，快点。狩猎火龙。你看要出来，或者是你看要出来回那个集会所，或是你要在这边狩猎。我回集会所好了啦，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好啊。哎，就回去嘛，对不对？不然呢？没有，我怕我点错。是王者哦，这么可怕。结束，他没有报酬。追加了新的动画场景。然后就再开接一次。不是有惊叹号吗？哎呦，前面先接个惊叹。哎，这边迷路了啦，都要迷路了，怎么？火龙还简单，火龙还简单，很简单啊。什么？啊，你不要听你的聊天室那些讲的啦，那些都是会玩的，我也可以说画画很简单啊。来尬、啊。我懂。画画有多简单啊？你这样形容我就懂了。一样啊，成全了影帝，有我有反省，可以的。那先接哪一个啊？火龙还角龙？哦，有差哦。一个是上面，那个、一个是顶，一个是底啊。那个比较简单，都可以把你杀了，你选一个啊。那我就按照顺序吧。十七影帝哦，随便，因为他会乱飞。都可以把我杀了，这句话好可怕，我的妈呀！吃饭呢？你要进去的吃饭呢？怎么吃饭？哦，你说，那我进去再吃好了。对啊。OK， 哎、欸，酱油你好了没啊？还在吃。你还在吃哦。嘿嘿嘿。嘿嘿嘿，我是吃糖。等一下，我真的读好久、哦。没关系，我这边还在读。导游，我最近打字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就是那种强迫症，然后有些字我也觉得它长得不好看，然后就不喜欢打它。它长得不好看，那你要怪仓颉啊？就不是啊，就是比如说酱油那个酱，它没有很平衡的字型，然后我就会打说导游。就开台文就说哦，今天有导游哦。你们为什么要冷我场？要问尴尬。导游，你想带一下闪光灯？是吧哈？呵，顺便带闪光灯。闪光灯最多可以带几个啊？三个啊。有些人会带十只光虫在身上自己做闪光灯。哦。光虫是材料，然后会在。你不要走！走去哪？好白痴哦、喔，我干嘛？嗯，啊，我还在吃饭，一定要吃的饭啊！一点零食，真是好饿哦、喔，我的妈呀！喷火！你也打了？被打啦、啊！好快！打我的位置啊 ！OK， 耶、yeah, ，我先吃换换。我开台有点卡，哎、欸，我没吃饭哎、欸。你没吃饭也会有影响哦、喔，就那种音量这样虚实的。打的痛或不痛而已啊，血量多或少而已啊。哦，没事啊，都是小事。是，又来了。我差点用静坐集会所。我看到他等级162等，哦，错了。那奇怪，杨怎么这么高等了？我静坐集会所、啊。我来了。啊，两尾好大只！啊呜，他回城。哎、欸，所以酱油来的话，我们的宠猫咪就会不见吗？对，那就没人猫不见。哦、oh, ，那我不要来了。喝水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看你就是在讲这种话，酱油就可以不来了。你看你。不想跟他玩，基本上支持你们，不需要我了。不想跟他玩，不需要了。酱油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有心结？唱完歌就是变这样子了。有啊，超级有心结。哎、欸，闪他，准备闪哦，准备啊！啊，就是滚，要滚对不对？滚的话要滚。是。
现在由你来了，我需要你。哎、欸，你们要闪啊？有啊有啊。有去哪里？哦，闪他哦。啊，不玩累啦。啊、哦，算了算了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不要闪，都不要闪。闪到了，但我被揍到了，很疼，很烧。猫咪帮我拿。哎、欸，没闪光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我按到了吗？对。哇！我怎么按到这个啊？障碍。哎、欸，我到底？我要说，哦，来吃哦。老 U，I need you， 我来了。老 U， 你不要我了。是。你要猫。老 U， 我来收复一下。我们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？你们已经分手了。你不要我了。是不是爱情就是这样？小孩子不要学，小孩子不要学哦。对，不要跟有牙套的女生在一起，就是会这样，还把你甩，还把你甩了，然后只唱一首歌。这个牙套，我就咬你，你甩。看，好恐怖哦！然后把你，我就说过我要把你的那个啊牙龈塞去你的那个牙套里面去。不要，你下次看到我就没牙套了。很好啊，表示你拔牙了啊。变美女的、欸，表示你变漂亮了。我要被冲走啦！这个水是什么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火龙被冲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记得有尾巴，有尾巴，这边有尾巴。等一下，有虫在旁边。这边尾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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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哎别别，哎别别，来人来人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来了。边有尾巴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爪痕哎、欸。快、啊，那你就自己拨、哦。有看到尾巴的位置哈，自己拨啊、哦，有一路拨过去，没有刚不是滑鼠问，走，是我忘记收了。哎呦喂，双刀，双刀跟单刀玩起来有比较，比起来有比较顺。对啊，不，跑掉啦。把自己家墙壁炸了。哎、欸，嗨。古种，哪里有古种？哦，有看到。你竟然这么多东西啊！你要骑乘它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拿大刀也可以哦、喔。是太刀。太刀也可以。可以啊，武器都可以骑乘 啊, 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轻轻骑士嘞？哎呀。所以只是你就是连技的问题。哎呀，对啊，不是连技啊，你只要有办法在空中攻击，像这样子就可以骑乘。啊、你没看到、啊，白痴，不要爆弹呐、啊！要怎么丢掉？滚一圈，滚一圈，他还在啊。按攻击。哦，有人。你想说那个蛋看起来好可爱哦、啊？啊，我要怎么下去？你就直接跳下去了吗？跳下去啊！放心，魔物猎人有青银石的加成。这不止青银石，青银破百了吧？青银石就够了啊！你有玩过青银石？青银石真的从2225跳下去都不死哎、欸。因为青银石一般生存叠不到啊。你们附近有飞雷？到底是哇！我还是点一下紧急好了。哎、欸，他跟飞龙在打架吗？对啊。那我们要打扰他们吗？我在打扰他们啊，应该说飞龙在打扰我们啊。哦，所以飞龙打的是他还是打的是我们？打他，争夺地盘呢、欸，都不看右边哦、欸。看右边，这边什么？右边一开始有跳争夺地盘、欸。哦。我晕了。可是他这样来打他不是好的。就是可以帮我们打他，还是你知道打一打他就打输了啊？打还比飞龙痛哎、欸！鬼人话真的很凶哎、欸！对啊，哦，死了，对啊，跳了起来就有机会起。
找你的。ESC 小姐。ESC。你都喜欢看动画呢、啊？找你的。哦对。哦对什么？蓝二龙啊。你、oh, 你要毕业的话，你就是要可以单挑他，你就可以毕业了。单挑蛮恶龙吗？对，有时间再去。你现在不可能啊！现在不可能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凶哦？不是，觉得装备依你的操作不可能，因为你会开着鬼轮花到处跑，我觉得是不可能、啊。哦，我差点要吃这个，可以抓他。哪有？我就打架的时候才会开鬼人。呵，你就是打架的时候开的到处跑哈、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吗？离他太远，我离他太远就会关掉。你那天跟我在打风飘龙，你就开着鬼龙花到处跑。没有，那是还没熟悉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说你那时候哈。好难好难，多练习。看一下，有没有上龙？是单挑明灯龙哦。没有啊，他从新手毕业呢，我是说从新手毕业呢，最新手的那种。对啊，你要从老手毕业，不要说单挑明灯笼了，他能单挑面镜龙就很了不起了。刚收集完麒麟伽马，恭喜！你看啦、啊，酱油正常都不来，你看你说错话了。哎、欸，我不是要被你们打完吗？没有啊，你不是要进来吗？我对，你不要进来吗？我们在那等你。我的天哪！我在那边等。那酱油进来打这个角龙，角龙很适合打用弓箭打。不能啊，我不能进去啊。为什么？不能。不是啊，我们结束啦。哦，等我开，等我开。很失望吗？你看。对啦，姐啦。你啦。这么照顾酱油，就你不让他进来，你只想着你的猫咪，有没有想过酱油的感受？没有，我只是问一下。十一，我只是我没有哦，好，我没有说猫咪死。你说猫咪是不是不见了，就不会有人帮我补了？不是啊，因为我怕我操作太弱，没有办法自己补血嘛，对不对？就去死啊！我靠！啊，你这边要看剧情，你这边要看剧情，你先进去，你要看剧情。好好好。因为我还没看过这只龙。明灯比灭镜容易死？不会耶，我觉得明灯超好打的耶，灭镜才容易死耶。完全听不懂，完全没有听过这些龙。没有，你后面一只很漂亮的，你有印象影月的那只猫很漂亮吗？穿着很像洋装的。有，我记得。对，漂亮。啊，你的那只就是刚刚讲的明灯龙。哦，的衣服。对的。不要再看猫饭了啦。好想看了也吃不到，我好想再吃肉、哦欸。日本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啊？猫饭餐厅啊，蒙古猎人的。你会想去吗？比较想去兔子岛。哦，就一起去不就好了？有他吗？啊，如果一个在北，一个在南嘞，你就多住几天。哇，全都是随时多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这边没有多的。多的什么？回复药。做啊。怎么做？你有没有草药？对，这个药草。药草可以变成那个回复药。啊，回复药加蜂蜜可以变成回复药大。哦，那我要先领出来。请离开这个画面。的。道具。这个对，调和。有没有看到回复药？全部做了。第一个。这个。第一个对，按空白，按空白，哦、oh. ，然后左右，对，你可以调到最多，好， oh, 全部做了，哎、欸、可以，全部做了，嗯，然后再回复要大， oh. 所以就以大为主嘛，当然啦、啊，你喝小根本来不及喝啊，哦、oh, ，左右是这样，哦、oh, ，有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等一下养虫就养那个草药跟蜂蜜。Hello，Hello。哎、欸，我刚讲反了吗？明灯龙比较，我知道明灯龙比较好打、啊，灭镜龙比较难打、啊。等一下、哦，我把那个储存一下，因为之前是没有满药。
储存确认，我有办法再储存在这一个吗？还是不行？可以啊。那怎么？就只是你看你现在你的闪光弹跟都显示红色，就是你材料不够。按如果按空白键的话，是直接覆盖过去，所以现在是会没有闪光弹，然后反而只有大便而已。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就是我要储存这一个，那就存啊，这没关系，等你有材料的时候再用就好啦。还是我存这里也可以啊。嗯，然后我要去找那只忘记叫什么龙的那一只。有没有想过跟左舅一起玩？还好哎、欸，他也有他忙的啊。嗯，哎呦，帮我拿刀啊！我偷玩，我一直都在玩，好吗？这是什么？音爆弹？那个音爆，答案就知道了。那只龙会遁地，你遁地的时候往那个地上一射，它就会蹦出来。我就在那边乱走。我指引你啊，你等下藤蔓爬上去。这边。不是。这边。对。哎，里面长一样的路，怎么哪里一样啊？哪里一样啊？差不多了。上去，上去，去陆续上钩黄金鱼，那什么东西啊？钓鱼用的。OK。不是拿来砸的。然后呢？这边。后面。往上走，对，硬皮果实。哎、欸，硬皮果实是怎样加那个的吗？最后还是什么忘记了？就加点数而已啊。对对对，还是拿一下吧。新手感觉什么都要，我都要摸一下。玩点棺材，我教你走一趟那个啦，赚点数跟赚钱的路线。晚点可能要很晚很晚了。对啊，等我关台吧，不然大家都没画面，很无聊。对啊。然后，走，这个，这边吗？对。如果你躲到那边，可能还要五分钟。依你到处乱捡、到处乱看的情况。你跟我说什么都要捡、啊？对啊，我说我有怪你吗？我说依你到处捡的情况啊，我没怪你啊。这边吗？哦，我那只是什么、啊？翼龙。你刚刚身上的音爆弹就是打他得到的。哦，是哦，是，原来是这样。然后呢？等于是用他的喉咙那边的音带吧拿到的。直走啊，直走啊，直走啊。走这边。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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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。哎、右边，右边，你有足迹没捡？这个就两道抓痕，太危险了。因为有人荧幕分享啊，荧幕分享我就可以看其他人的台啊，你看多棒啊！这是哪？过头，过头，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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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你画面，对，你每次该转画面不转，这时候就是爱转。左边。走上去，走上去，好好好好，好注意哦，请把耳机调小声哦。哦，很可爱。那是翼龙，刚刚是翼龙。有没有灰鹦鹉？灰鹦，有点。哦，哎，这不是土沙龙吗？哎呦，你记得名字了。因为他有点讨厌，所以我就记得了。哎，准备喽，他来撞你喽。他来撞我？土沙龙要来撞我？快点吧！他找到你了。哇、